娱乐圈打破过世界纪录的五位明星，第一位肯定是李小龙，他一秒的拳击次数九次，能连续做1500个俯卧撑等等。成龙因为身兼数职打破纪录，他竟然身兼出品人、监制、导演、主演、编剧、武术指导、摄影、美术指导、场务经理、生活制片、灯光、音乐、道具、替身、主题曲演唱15项职务。2012年9月10日，鹿晗转发自曼彻斯特联队球迷俱乐部的一条微博，当时创造了第一项微博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微博上最多评论的博文。第二次他自己又破了自己的这个纪录，因为1731名粉丝同时戴上鹿角头饰为演唱会造势，所以这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叫做最多人同时戴鹿角头饰。林俊杰在2小时28分09秒的时间内，他签售了3052张个人专辑，一举刷新了墨西哥歌手帕拉于2004年创下的连续签售 CD 最多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有着亚洲舞王之美誉的郭天王，曾荣获过3次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他在1991年的歌曲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听的华语歌曲，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。